上车后，请按照车票上的座位号对号入座。在列车正常运行中，请勿碰触车厢内乘客紧急制动手柄等安全设施，不要倚靠在车门上。使用洗手间时，请勿将杂物丢进便池内。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，公安部门郑重提醒您，严禁在动车组内吸烟，因为动车组内吸烟会触发烟雾报警，导致紧急停车。如果由于吸烟造成严重后果时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感谢您的配合。
前做好下车的准备，站立在车门口时不要倚靠在车门上，下车时请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的空隙，请带小孩的旅客看护小朋友。由于中途停车时间短，未到站的旅客请不要下车，并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防止丢失被盗。哎呀，这不该打出来纸皮，我怎么来操心？谢谢合作。哎呀，那这帮子快点，老师们还不是都看爸爸放在那边，老师在说什么？哎，不跟老师细数了，干什么？在这干啊？搁这等着是吧？请中途落车的旅客提前做好落车的准备。起响车门口时，唔好徘徊喺车门上。落车时请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嘅空隙，请带小孩嘅旅客看护好小朋友。由于中途停站时间短，本站嘅旅客请唔好落车，并看管好自己嘅行李物品，防止丢失被盗。哎，上三个班啦，他这个班我可以上。禁止吸烟，多谢合作。小子不让你讲，别给他，别他别走。分开他，能跟能到那干的别，他要上来的了。两个人打到多少，要上来的了。今天没去新疆的，你这几万就一个拖起两天。放心，我都不要来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是这一张吗？